来看看啊，又一个老外在中国卖自己国家纸盒子是有什么样的体验啊？咋样老啊？帅不帅？帅帅帅帅。你就嘚瑟吧，你就腰好了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就在家躺了快一个月，实在是憋死我了，出来透透气儿了。我看你是惦记你这点纸壳子，我看你是。是啊。哎，媳妇儿，我问问你啊，现在纸壳子在俄罗斯现在卖多少钱一斤？我这都多少年了没回家，我哪知道？要不打电话问我妈呀？这都装满了，我那还有点，不，咱一起装上去卖它吧。你说你一个老板，你不干点老板该干的活，你抢我活，你说你上楼吃点水果啥的，躺着多好。不是，我少整啊。不是，我得想知道这车到底能卖多少钱。三头二百的，你这能卖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三头二百的吧。你抢着活了，媳妇儿啊？不是，你信吗？啊，老板娘，哎，啊，卖的多少？哎呀，这大老板咋这么漂亮啊？哎呀，家老公也挺帅啊，也挺帅。还行，凑合吧。哎，够帅，在咱中国这就够帅的了。大老板关键也好看，真的。哎，谢谢你啊，那老板，你看这么多货都卖给我家了啊。这是那个什么了？食品回收食品外包装外贸协会会长。行，咱现在纸壳子收多什么价？正常收7毛给7.5，咱们大老板来了啊！行，咱这纸壳子吧，那是真的，一流的，没有比这好的。那是俄罗斯过来的。哎呀，那你家卖货也太多了，怎么卖这么多啊？质量嘎嘎的啊！3348，3348，3348-23600。988，哎呀吧，这个数这么吉利啊！这真的988，988，真的哈，确实。那你就按一顿算得了，行行行，就按一顿算吧，算了。那1500，正好1500，正好1500，对，正好1500，一车1500啊。这两天这纸壳长这么厉害吗？大姐，这两个好的是太强，咱一场直播一车能卖1500。哎呀，那你行咋的？行，你说你一个老板，你不在家待着，你来卖什么纸壳？我这纸壳钱不少。